是药三分毒。无处遁逃，当当，让世界热闹起来吧。且尝苦尽呀，得治治。良药苦口啊，得治。低头，高大者我无不蔑视。良药苦口，不得喧哗，微光无色，亮相了，欢唱，以我之名，一鱼四秀，得治治。是要三分毒，低头化作浮沫吧。良药苦口，无处遁逃，闪耀时刻，且尝苦尽呀，不得喧哗，潮水啊，我已归来。得治治。暴影看我，当当，让世界热闹起来吧。鱼之息怒，良药苦口啊，得治治。化作浮沫吧。是药三分毒，
就说嘛，我会考虑的。向着星辰与深渊，欢迎来到冒险家协会。感谢你完成了今天的委托。
不舒服要随时叫我哟。感谢选择薄荷屋，走吧，时间紧迫。今天要去哪里跳舞呢？没关系，继续前进吧，这种程度的雪算不了什么。迅影如箭，
去吧。哼。
可别眨眼。
无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耽误太多时间，事情可就做不完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怎么样，二位，要不要到我的王国来玩玩呀？你最近又带他跑桌上剧团了？没有，这阵子都没见到他。哎呀，都说了是真事嘛，你们亲眼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国王啊，不知怎么，我还挺相信你能胜任。谢谢夸奖。和国王陛下同行，我们总得有个身份吧。我是宫廷御用裁缝师。那我是国王陛下的贴身侍卫。虽然的确不错，但我的王国没有那些规矩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先陪我去买个音乐盒好不好？这又是为什么？经过这次冒险，总觉得自己喜欢上这些东西了。你想象一下啊，要是晚上在我睡着的时候，音乐盒里的小人突然离开脚下的轨道，自己动了起来，这不是很奇妙吗？虽然在国王陛下你的童话王国内发生这种事可能很正常，但要真在现实中遇到的话，还请你及时告诉我。因为以逐影猎人，或者说一般人的角度来看，这是闹鬼。
好呀，又见面了。很神奇吧，西莫兰卡的衣服居然能穿到提瓦特来，我还挺喜欢这套衣服的质感呢，虽然送快递的时候不太方便。不论是枫丹警备队还是璃月千言军，大家看到穿成这样的人手上还抱着个包裹在跑，八成会把我拦下来盘问一番。哎，看来工作的时候只能穿回平时的衣服了。简直是太美妙了，魔法的世界到处都是新奇的东西，风景又好，人也友善。哦对了，我在那之后还回过一趟四福森林，仙人长老将我介绍给了森林的大家，说我绝对不会乱闹东西。我在森林的时候也乖乖收起了爪子，露都不敢露出来一下呢。经历了这么棒的冒险，简直都能换我给奶奶讲故事了。自从西木兰卡迎来和平之后，好多人都说想要出来看看呢，但他们又有些担心在外面的安全。我可以给他们当当向导，用快递箱带着大家在提瓦特到处走走，想去见识新鲜事物的心情我可是最能理解了。每次和你们在一起的冒险都很开心呢。教练院的人说这段时间都没见到你呢，待得闷了出去走走都不行吗？这里是学校还是监狱？我没说不行哦，只是看你心情不错的样子。切，阿玛，这是谁啊？闭嘴，别出声。交到新朋友了。说了别看我在想什么。我没看呀，都写在你脸上了。
不愧是仙子大人起舞的地方，真是片夺目的荷叶舞台。哎，老夫也开眼了。不过仙子大人，那边好像有只狗一直盯着我们。啊，那是斯翁，他脾气很好的，从不咬人。斯翁乖，好久都没见到你了呢。这边的青蛙和胖胖鼠不能吃哟。不能吃呀。可真是一只通得人性的乖狗狗。西泉，我出发前就和你说吧，外面的世界也没有那么危险。这倒没错。但长老，你为什么要躲在我背后啊？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
素臼，是药三分毒，良药苦口吗？蓄影如剑，剑出，影随，哼，呀，手牵手，去吧，可别眨眼，呀呀。
不必心急。向着星辰，
迅影如箭，可别眨眼。影如箭，去吧，可别眨眼。影如箭，引毒箭，可别眨眼。迅影如箭，可别眨眼。
去吧。引毒箭，冯丹的预言又发生什么坏事了吗？耽误太多时间，事情可就做不完了。这片洞，
天有关的问题，你们都可以来找我。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
了。